家好，我是鱼人金。好，这皮肤是刘文，终于开放可以试玩了，马上就来试试看实战如何。地图是唐人街，敌方阵容囚徒、大副、祭司、小说家。这个是谁？这是小说家啊？对，小说家是改了，好像改成可以互换位置之后加速，是不是？而不是操控。好，应该是变得比较强吧？是改强吧？有没有互换位置？就这样互换了。不知道好不好用，我实际上没有用过小说家改版之后的状态，应该是可以。有人说好像是双剑可以玩小说家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也可以来试试看。对，很多角色要试，还有新的这个勘探员的金皮也可以试。好，各位拿到了吗？拿到了吧？应该是今天就可以拿到了。对 ，OK， 抓起来，小说家先放椅子。我觉得这个角色手势真的是非常之好用，应该是还不赖，来试试看。好，这边有人在破影，敢过来啊？直接进去，打一下，是不是有点亏啊？好，回掉，被电。好，先回掉，然后啊，可恶，用空隙救吗？丢到后面去了，后面天崩地裂。来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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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啊！我就是为了丢而已啊！好，搏命挣扎。OK， 应该是你没错了啦。喂，谢谢解锁我的存在感，可以用蓄力攻击了。对，蓄力攻击会比较好用一点。对，虽然要三秒，但是一过去就受伤，是不是？所以谢谢啊，谢谢解锁。好，现在抓第二次。一条破译机都没破译，好，这边再用一下石头，小石头，来呀来呀来呀，来呀来呀来呀，来呀，好，没用到，救掉了，莫非是调虎离山之计？好，进去，还进不去，搞到边边是不是？还进不去，好，还好没有人看到。有，你们都看到了。这个先踩掉。好，躲去哪里了呢？小淘气，不要这样嘛，玩一下。破掉一台了。这边可以用个饮食。刚刚是有门啊，那边是有个门。OK， 在这里啊。是囚徒。小偷家不知道人跑去哪了。这边有个门，讨厌的祭司。祭司就这么讨人厌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又达到了半下小说家。好，这个 CD 时间我觉得有点小慢，可是是可以的啦，一直 CD 也有点恐怖，是不是？好，不过真的好在就是丢出去的稿子可以直接，你看一样可以揍他。稿子在不在身上无所谓，可揍可打可敲，对不对？什么都可以。好，这边饮食给他一下。跑去哪？跑去哪？你要跑去哪？收，中了吧？痛不痛？就问你痛不痛？好，要过去了，可以蓄力一下就倒，靠近墙边，那你就死定了。靠近墙边死，就是这么好用，我觉得真的不错用啊。好，大副要来救吗？大副来一下，没关系。先丢一下看看在哪里，在那里而已来嘛，祭司，没回到，走掉吗？我在这里小心哦。好，祭司先挥一下，之后来个蓄力，不用，先收，好一下，饮食，蓄力应该丢出去应该就死了。靠墙，没有，差一点，差一点点，好，可以了，收，没倒，居然没倒，好，囚徒抓到了，这是破译机剩下最后的两台，所以会赢吗？不知道。真的不知道，我真的不晓得。但是手势应该是蛮厉害的，看一下吧。
就有人来救的话，基本上节奏呢，控场是我在控，好不好？好，又有这个耳鸣，在附近吗？哎，直接看一下，搜一下，在哪里？哎，啊，石头裂掉了，哦，在这里哦，来，来下，再挥，挥直接正折，哎，这下子真的很难讲了，这下子应该是不会输了啦。虽然大副是第一次上椅子，但是必须有一个人来救嘛，对不对？那会是谁呢？应该是小说家吧。好，饮食放那边就不敢了，是不是？因为那边会震动嘛，震动就会受伤，所以很好用哎。远方干扰，然后这边守尸，完全就是攻防一体啊，可以了。再拉，再打。哎，用了技能哎。哎，祭司也来搅局，祭司先打好了。好，那就先抓祭司。OK， 先放上椅子。好，还有谁要来救嘞？还有谁来啊？来救啊！等你呢，都受伤。好，海神怀表是不是？看一下，拉。我甚至都不用挥刀，他就死了。天哪，太 OP 了，整个就是，好要破一掉一台，让他破也无所谓，反正呢，到最后他还是得过来，是不是？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小说家在蓄力，来哦，等你啊，可以，放个饮食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震动一下哦，来这个范围就震动。震动自救吗？趴好，想干嘛啦？趴好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真的在抓你。好，这时候呢，通常就会投降了。哎，为什么不投降？哎，不投降哎，为什么？地窖在附近，所以他跑去地窖吗？我看一下。哎，二人跑去哪里？是哎，差一点，加油！啊，可惜，可惜呀、啊，被我抓到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就差那么一点。中了人就说：“那你就佛他就好了，让他跳地窖。”我不要，我不想，要死一起死，先逃没意思。好，结束了。结论要下个结论，结论就是这只角色真的是太好用了，各位。如果没有改弱的话呢，应该是可以变成是一个蛮厉害的常驻角色。